这是一个位于 Mission Park Longwood 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寓 Studio 套间。一进门，一个非常大的空间，就是居住地。然后有两扇窗户，有一个 closet，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closet， 总共一大一小两个 closet。在右边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，总体面积相当的大。在一侧是厨房部分，在厨房这边还有一块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摆放餐桌。厨房有一扇窗户，左边就是厨房的部分，配有电冰箱、电磁炉和烤箱。